伙计，来上烧饼，一碗馄饨。好嘞，马上就得。老爷，来了。婶儿，来点馄饨。稍等，老爷您在。伙计，结账。老哥，您的账有人替您结了。什么？有这好事？哎呦！ 从小长那么大也没碰上这么好的事儿，这天上真掉馅饼啊！我说各位，哪位爷帮我结的账啊？徐爷，您来了，您紧张什么呀？我没紧张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只想帮你的车。我瞅您腰里十有八九掖着家伙，要是再碰上日本人，您掏出来再撂倒他几个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 明天把你吓着了，可不，我现在想起来，腿肚子还直转筋呢。